去脱发的时候，我还跟自己讲这是正常的。直到有一次和老同学聚会，和他们比起来哦，我的头发真的比较少，所以我就开始打听有什么好的护发产品。最后会用这个 50 Megumi 养发精华素，是因为他们讲很好用，很有效。一段时间后，我的头发果然变得强韧，再也不容易脱落，而且这里头顶的部分变为和以前一样浓密。改变自己，不让头发阻碍免疫力。